我怎么觉得我很像回到上一季？我们要来演戏录影，现在在录影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洗洗脚就好了，先放旁边好了。这里可以吗？所以它真的是温泉，我去试试看。骗人，不可能！来，各位大家，我先来。怎么可能会温？哎，有没有你先下去？勇士先下去。那个洞口的是越热的。哦，有哎，这边是热的。有吗？真的吗？这边是热的。应该是不行。哦，有点。很烫吗？什么意思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很舒服哎。但有点烫，有点烫。真的假的？超舒服的。有点烫，不能太久。哦，哎，蛮烫的耶。这里真的是秘境哎。它为什么会热啊？奇怪，从哪里地热出来的？哦，真的，很舒服哎！哎，真的很温哎！在那边应该不可能，这边也是温的吧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个溪流是冰的，它会这样引进来，所以这水就不会那么冷。所以外面是冰的吗？这边这边是一点温，温的，那边是冷的。怎样？快点蹲下去！哦，蹲的就有点哦，这个蹲不下去哦，这里很冰，这边就冰了，那边是溪呗。哎，我来塞一下那个。那它的圆哦，它是从那边那个什么，每一个这个孔都是热的。铁锈味很重，硫磺味啦，不是硫磺，不是硫磺。我们来布置这边，让客人先下去玩。哇，真的很棒！哦，这里超chill的，喜欢喜欢。哎，很棒哎，帮你严哥拍一张。这样好帅哦！真的，等一下你在那边帮你拍照，好帅哦！没有没有，我们帮客人拍照是我们的服务。来来来，就是三个男生要下去，然后在那边拍个照，可以啊，很棒哎！天啊，这竟然有这么奇妙的地方，很特别很特别。所以它其实外面是冷的，冷的。雪芙一来就知道了。对啊，等一下我帮你们拍几张照，再下去了。不要走那边，那边超烫的，那边很烫。对，它那个出水口，然后这边温的，泡下去之后上来会冷。好，看这边哦，一、二、三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吴伯义，请问一下是有饮料？眼镜还不坏。你是小蜜蜂吗？卖饮料的小，再一次小蜜蜂。还是不好意思，超狼狈。你刚才身上喝几瓶？我爬了好久楼梯，可以给我小费吗？你身上喝几瓶？喝几瓶水？哎，你们可以对我温柔一点吗？你带多少东西？我也是一个女生，我们要先喝。陈雅，陈雅呢？没办法，没有，我们跟你开手。我们没有这样。要什么？要喝什么？要什么？很重哎，什么东西啊？酒。你把它拿下来这里啊。你要拿高脚杯，还是我们这边弄弄拿下去？打个水漂好了。这打不出来吧？打得出来。哎呦，水漂，这个是个完美的水。石头又扁又圆又薄，要最薄的那个是10块钱吧？对，10块钱。哇，费好高，盘哦，盘好高。哎，各位贵宾，饮料来了，谢谢。太重，谢谢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谢谢。哦，这边好烫，这边超烫，这边超烫。来来来，都熟了。早上刚到的货，我们验一下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主人带我们来这么好的地方。看我的肤色就知道我是凹豆咖吧？凹豆咖？对啊，你的粉底掉了，一抹白斑，一抹白的。我们等下就把桌子搬到这边，然后在这边。哎，不错哎，然后就这样坐着坐下来，那桌子会变成生锈吧？会锈吧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不是以盈利为成本，我们是要让客人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，所以我们不惜成本。对，就是客人开心就是开心。我来就好，我来就好。这很轻哦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好痛哦！回来回来，那边烫哦！哎呦哎呦，真的耶，没事没事哦，真的真的很痛。有蛋吗？这里真的是可以耐烫。我们有带蛋吗？哇，可以！耶耶耶！我们好像猴子啊！哦耶！我们是那个猕猴，就是超大的猕猴，好开心哦！对。连哥，这个这是哦，这是什么？给它加热一下。哦，加油加热吗？放在这里加热吗？放在这里会不会太烫？不会啦，那个要到明天，到一个小时吧。你们要吃什么？打个鱼给你们。打个鱼？这里没有鱼吧？这是温泉，没有。那蛮舒服的，这里是没有观光客是不是？还是我们？你不是把它包场了吗？哦，对，我们不计成本。Hello， 我是张广成，你的客房已经准备好喽。想解锁更多客房服务，请订阅“光开门就很忙”的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关注我们更多消息。我们到时候见。